兰蔻精纯面霜呢，一直是国内比较受欢迎的面霜的品牌。它的替换装呢，就是60毫升的替换芯，在国内的官方旗舰店啊，卖到了2280元人民币。我们看一下今天最新的德国打折的信息。今天我收到一封邮件呢，就是说，在德国的这个 Flaconi 网站啊，兰蔻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的替换芯已经重新补货了，之前呢是已经售罄。我们打开链接看一下，目前这款面霜的替换芯售价呢是117.95欧元，我们就算它是118欧元吧，汇率按照8来计算，那这样的话呢，118×8等于944元人民币，国内售价2280元人民币。所以可以看到，目前呢，这款面霜的替换芯在德国是非常优惠的，仅相当于国内这个旗舰店售价的一半都不到。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关注一下。